所以我们请到了梁红医师，OK。我们的梁红医生呢是加利福尼亚州普通内科的医师，然后呢，他是1984年在南京医科大学取得了医学学位。他呢是美国内分泌学会的会员，然后任的南加大医院的主治医师、仁爱医院以及圣盖堡医院的主治医师。是的，那今天呢，梁老师。您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？听得到，谢谢。我们非常荣幸啊，因为现在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我觉得太受关注了。您讲这个话题啊，给我们讲讲疫情谢谢啊。我特别想继续听艾迪大哥的继续讲演，可惜停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您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大家，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。我就花几分钟的时间，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。因为大家已经听得太多了，太多的一些这个信息了，也没有必要讲的太多。我呢就简单的讲一下呢，这个目前来说到今天为止啊，美国的这个疫情已经有7000多万人感染过新冠疫苗，新冠病毒，有目前为止已经超过88万人，不幸死于新冠，每天，而且呢，还是继续以指数级的往上增加。礼拜五，美国又增加了90多万例，当然礼拜六会减了20多万例，也可能周末的原因，到下周才能知道。通过88万例的这个死亡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旁边那个小数字，可以看到年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年龄越大，死亡率越高。88万例死亡病例当中，50岁以上的占了94%，65岁以上的占了75%，所以说年龄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说也有提醒大家，家里面有老人的、年龄大的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那看到这些数值，让人非常恐慌。有没有一个曙光呢？有一个，我们南加大的这个凯撒医院，刚刚上个礼拜有一个报告，他总结了5万多例奥密克戎，现在大家知道奥密克戎这个变异呢，占了95%以上的这个新冠病例。它53000例的病例分析呢，从11月到12月底，它的住院率非常低，只有0.5不到。它的 ICU 的入住率呢，也只有0.3不到。它的死亡率极其低，只有0.09。它的死亡率甚至低于我们一般的流感。所以看到这个报告，大家就这个就非常放松了，觉得有人就预测奥密克戎是不是这个流感的终结者，是不是这样乐观呢？当然这个乐观是必须的，但是实际情况呢也要大家注意。我今天上午就接到一个我校友的这个微信，说他最好的4家朋友最近全部感染，其中3家打过疫苗，一个礼拜基本上恢复了，有一家坚决不打疫苗，这个男主人呢45岁，一个礼拜就病逝了，留下这个2个年幼的孩子和太太。太太呢很 lucky， 因为工作的需要，说不打就工作就没了，所以呢打了疫苗，勉强度过了这个难关。从这个看呢，为什么这个 Omicron 这个死亡率这么低呢？我想用现在目前的资料呢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它的致病性、传染性很强，它的毒性减低了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疫苗的加强，因为好多人打了疫苗了，这个疫苗对这个新冠病毒，特别是奥密克戎有没有效？现在的资料呢，第一是有效，但是呢又不是这么好的有效，打过2针的对防止新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效果只有25%左右，就打过3针加强针的也就是65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你就是打过2针甚至打过3针的，也不能完全预防防止这个新冠这个感染。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，前面说的这个凯撒医院这个报告，因为你打过疫苗以后，特别是2针是3针以后，你的住院率，你的这个死亡的风险那就极低了，甚至低于这个流感的这个情况，这样的话呢你就至少没有生命危险。
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目前来说呢，防治新冠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。根据 CDC 的建议，5岁和5岁以上的人呢，都是建议打疫苗。16岁以上呢，建议打第三针，也就是加强针。有很多朋友说，那已经感染了疫苗了，已经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了，要不要打？根据 CDC 的建议，因为这个打疫苗有很多争论，我这边只能以参考 CDC 这个建议为最重要的指标。CDC 的建议呢，即使得过新冠，还是建议打，除非他在得新冠期间打过单克隆抗体。如果打过单克隆抗体的话呢，就要等90天以后才能再打。因为单克隆抗体的时候，我可以说绝大部分得过新冠的都没有打过，只有在医院才能打。CDC 的建议什么呢？就是得过新冠以后，症状消失以后就可以打。但是呢，好多我们同行，包括专家，所谓专家建议呢，一般等到新冠，就是奥密克戎得过以后的3到4周再打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得过新冠，你刚刚得过奥密克戎，不可能2-3个礼拜再得一次新冠，可能性极小。再等3-4个礼拜以后呢，体内恢复一些，打的效果可能更好，是这个原因。另外呢，我每天都接到很多电话，病人的电话，朋友的电话，朋友的朋友的电话，就说新冠这个特效药出来了，特别是辉瑞的药，效果特别好，可以减低住院和死亡率将近90%，可以现在要泼盆冷水，这个药是好，可惜没有，根本买不到。你像哈佛医院、总医院，他们每个礼拜诊断将近6万人，他们只能拿到1000剂。我知道旧金山一家医院、综合医院、大医院，整个医院只有12剂，所以这个药在短期内是不可能，就是大众化使用的。所以，希望呢还是寄托在个人防护和疫苗上。至于其他的单克隆抗体啊、别的药呢，都是主要在医院用，就在这不多讲了。下面最实际的，我得了新冠怎么办？我今天早上又接到2个电话，和朋友来了微信。我朋友得新冠了，一查阳性怎么办？首先，你现在这个特殊时期，只要有感冒症状，就把它当作新冠来处理，首先隔离，保护家人，然后呢再去测试。这个我建议呢，家里面啊备用一些常用的物品，你像体温计啊，像测量血氧饱和度的这个小机器啊，这一般的这个药房都可以买到，也不用处方，甚至备用一些常用的药，像咳嗽药水啊。他的呢，这个退烧止痛的药啊，治疗流鼻水的药备用一些，以备需要的时候使用。回到我确诊了，我今天有症状了，有感冒症状了，因为好在症状都不是很重，如果打过疫苗的话，怎么办？第一，前面说隔离；第二，不要焦虑紧张。好多人一说得了，哇，吓得睡不着觉，这个。睡眠非常重要，充足的睡眠，均衡的饮食，高蛋白饮食，特别是高蛋白饮食，你像你隔离了中午晒晒太阳，这都非常重要，对保持身体的那个免疫功能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我建议每天早晚洗2次，至少5分钟的热水澡，勤漱口。至于用什么漱，盐水啊，一般漱口水啊，甚至一般的这个白开水漱口都行，对疾病的传播和恢复都有帮助。然后呢，前面说的那些备用的药物，就是对症治疗很重要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经常量一下血氧，只要感觉还好，没有说严重的呼吸困难，血氧饱和度大于95，基本上不需要，一般不需要去医院，也不需要看医生，就自我治疗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症状加重了，呼吸困难，明显呼吸困难，血氧饱和度低于95了，那你最好和自己的家庭医生和联系，甚至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。我这样我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好不好，因为这个时间到了。好的，谢谢梁医生，非常感谢。